对吧 ？New IP 反正现在也是没有什么反应了。哎呦，这个过点！哎呦，这天霸是真的没辙啊！天霸要接了吗？这波团侧身这种造回闪，啊，呼唤小五倒了，但林树也倒了。二打三，小宇宙再近点，小五的位置还不会被补掉。哎，这波反应慢了一点，崔乔打赢了。哎，这样的话还有的打哎，有点想压的。这波浮人如果被这个雷架不住，一丝。是的。崔乔自己也是一枪的血量。但那个人血更空，好，刚补上去。药包，七七在压制，应该等需要绕过去。七七用雷。这里很危险啊，打赢就能兜救。刚好在。哎，天马都能扶，快扶人。挺好，挺好。哎，烤鱼这里是怎么回事？烤鱼这里摔倒了，需要队友的抱抱才能起来。啊，摩托车，嗨呀，就玩摩托车，你知道吗？风险就是很大。光仔这里跟队友有点脱节。这把天路稳一把大的，那他就不用担心被追上的问题。是的，就安全了，就进入安全区几乎。天霸已经五分了，都是边缘换分，天霸也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嗯、还可以，还过程抢了一个木房。十七血量低，他又打了一波，我连掉两个、哎、小左，一瞬间拉枪太快了，然后支援也很快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上一把的债，这一把要还了。十七这波应该叫 White Give。FGI 跟天路也打起来了，但是是连狙打的，咱俩直接把罗斯根补了。啊，换分也没能够换到，这波完胜漂亮。那这里算是个弱侧 pair， 坐大船，坐大船从 N 港登陆。 N 港我们看到 MCG 已经拉了一条线准备捕鱼，但问题是掉了王鹏以后少个人，不知道能不能捕到。已经看下来了，下海了，下海了，这波准备接，听到脚步了，叶雷，现在是点对点单防，坦克先击倒了无威，坦克这边血量需要补一下，步子里要过来补上枪线，倒地的还在水里游，这个景象有点奇怪。然后坦克这里捕鱼的时候，也是因为第三队加入打了背后，然后让他们遭中。坦克暂时不会被捕。哦，这个圈排水以后是 FTY 的那个位置成为了圈中心。五位因为倒在水里，好像，哎，他爬上来了。没错。是的。你在补桥。SMS 这一波跟 UIP 是有一个激烈人员交换，但是剩下一个老哥在水里面已经被明明看到了。好的，没问题 ，UIP 无伤拿下四分。是可以扶。天霸也过来在看这个桥头下面的一个对抗。而且他这个地方是弱侧，如果牛海比能拿到桥头的那个三层楼的话，牛海比这把就能打决赛圈。这位能看到了，过来丢雷。崔乔这位置明明能不能做点事情？他这个雷了。啊，放弃了。放弃了楠楠，扶起了周品言。是的，这样一来的话，桥头这个三层楼好像是没有时间去拿了，天霸有机会能拿到。啊，这把主要是要看 UIP 和天霸啊能拿多少分儿，谁打赢了谁就有资格舔八个盒。是的。然后 DDT 和 Pyro 一直在打，一直在锤，好像都是这种连续打靶。我看两队还是有点距离的。起步的时候发生点小车祸，我不搞死你。林树在那个树旁边，看能看到 4M 跟 Pyro 外被补了一个。是的，他们应该是在右下角，他们应该是三角关系吧，应该跟 DDT 都有点关系，他们好像右下角只有一个队伍能活，估计对，是 Pyro 在打 DDT 的时候呢， 4M 在圈外过来了。那位置上来讲 Pyro 应该是被加的， RBS 也来， Pyro 应该是被加的一个位置。是林树这个是一枚，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，已经预言了他的死亡。嗯，打一个就走，
好，但是没走掉。哦，明明一丝，就锁住了。他一边开着枪，一边后退。我，他一枪掉，这个、有点难受。但那边马上开到 CG 脸上了，已经打下来了。连狙很重，把冲阵失败了。下面，下面没听到。啊，这没听到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呀、啊。这两个人不只是走过来吗？心智换分。安全啊、这把牛还比应该又是拿个七分左右啊，有十二分的分差。等下半场来到米拉玛，那就是他的主场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概率是主场。哦，幻神还在打，幻神打了王骚骚，因为我看 CDG 是要往那个桥头去卡的样子，然后王骚骚被鱼人补了啊，没拿到分。是的，但是问题就是 CDG 本来北部还可以的呀。哎呦，这里被窝里币接住了。FTY CDG 快没人了，两个吧，还剩两个人。哎，还是一个还是两个？给两个烟。哦，一个过点，他直接又拿到排名分了。换谁又拿到排名分了？没被窝里兵给打了。再混一混，我牛 happy 是真的太细了，就每一个该扣的分数他都尽量的去扣，太细了。就只有这样的队伍才有资格去拼冠军。RBS 现在占据上风，前面有人倒地，而且他不好扶，因为怕雷，许晨直接就流血流掉。现在天路在给 RBS 加油，加油！天路不是刚被 DT 打了吗？我在想，得先保保。怪木珠为什么好？完了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一雷！我的天！我刚这个位置就是很吃雷，你从他第一个雷就看得出来，而且外面他抽烟的话有枪线在劝。所以他只能在这个附近待。DT 这里是在狂给天路扔雷，天路这里也是出烟就无。又是一波位置很拉。哎呦，跨我压的有点急。小头回头给了地下一颗雷。近点是一个一打二。这塞塔在扶匆匆。好，这样一来的话，没摁的话还难打一点，对方烧着了，补不到。马路对面还有一个，哎，这很难受。这里稍微有点犹豫了，萨萨。又是坎坷一颗雷，这么远滚下来的，一踢皮球的。好、啊，我都这个场面，我都感觉是那个鲍勃在翻过去的时候，火把坎坷给撩着了，这个画面。坎坷这波肯定，你俩如果倒地是二倒。他这个人头就 大概率能收下来，差一点点。很喜欢银溪说过的一句话，幻神是 New Happy 的下线，幻神跟周平，然后明明和楠楠是 New Happy 的上线。和雷兄弟真的够了，这个、是幻神尽力。最后是 Small CC 拿下了，他甚至还给了一分靠后的兄弟的分数，因为这些分数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威胁的，人情也做足。情商拉满，细太细了，太细了。哎，这都防两个呢 ，DT 刚还是满编倒三个了。难道说 FTY 的我 FTY 打赢了第二个？你敢信直播 ？FTY 拿了很多的分数 ，FTY 多少分了？我这真的看不清，194非常需要这个分数。好，恭喜 RBS 九杀吃鸡，让自己稍微往前拱了一下。是的，哇，这是大特写。这是鱼人大特写，非常努力。